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专业开箱的好。今天呢，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要先跟大家说，我这次开箱的东西是在南崁，桃园南崁的猪帽子那个地方买的。那它是目前南崁唯一一间有卖一些动漫周边，还有一些一番赏。那他们的一番赏主要是公仔，然后老板娘跟老板很亲切，然后也是个行家，非常的赞，也很好聊。所以其实有一些预购的东西，还有一些问题都可以去问他们。然后他们的粉丝团我会放在我的备注栏下面。那这样子你要抽一番赏还是要买公仔啊，就不用跑去台贸啊，还是跑去地下街买，跑去那边买就可以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开始了。今天看我穿得这么正式，穿得这么帅的份上，你们应该知道我这次要来认真的介绍这个角色。这个角色是所有的童年怀旧的游戏里面最猛、最强壮、最邪恶的反派大魔王，就是我们的库巴大魔王。有看过、有玩过《超级马里奥兄弟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只。每次打王的时候，他就对着你喷火，对着你跳，然后你碰到那个喷火还是撞到他就会死掉，你还不能踩他，我记得是不能踩他，然后你必须透过后面的按钮踩到那个按钮之后，桥就会分开，然后就掉到岩浆里面死掉，就是这只，好不好？然后它蛮大一只的，一个正方体的盒子。然后它今天进货的时候，我就进去看到老板娘那只桌上那只库巴，我就说：“哎，这只库巴好大哦。”他就问我说：“你猜猜多少钱？猜到的话，我直接送你。”你猜我猜多少钱？一千块，你猜一千块？嗯，我那时候跟老板娘说，老板这只一千五吧，他说一千五，那我直接卖你。我说不然多少？他就说这只只有750。我说你骗笑哎，那可能叫大家750，敢骗我不读书？我虽然读书少，也不是这样子唬我的吧，对不对？嗯、结果真的750。我结账的时候，他跟我说750，哦，超傻眼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来开箱。拿出我的加9屠龙宝刀，好不好？身为一个专业的开箱选手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有一支宝刀在手，不然要怎么开箱？它打开是一开始是这样，就是一个爪子，好不好？看到这只这个龟壳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可爱吗？这个当安全帽哎，好不好？再做一个绳子。它全部都是拼装的，然后大概看了一下它的包装，他说这只手脚是可以动的，它可以这样动来动去。这就是我们库巴的头跟身体。没错，够凶吧？真的是，这是他的手，里面还有一个说明书，他告诉你怎么装，还有步骤，所以不会装的呢，就照着这个步骤来。啊、哦，我不看说明书，我直接装，我觉得我的逻辑很好啦。啊，如果装不起来，那就落差了嘛，对不对？先把他的东西都拆开吧。你看说明书是谁啊？我不要。他脚好小。对啊，可爱。难怪乌龟都爬这么慢。龟壳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先把最简单的龟壳装起来。龟壳太可爱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是要做乌龟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哎、欸，不要跑、欸！是这样吗？
应该是吧。还有一个哎、欸，还有两个。头吗？这里啦，这里吧。对，就是这里。我北那个是尾巴、哦，尾巴，这是尾巴，嗯，这样尾巴。然后看到这个龟壳刺刺的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看过《终极一家》还是《终极一班》？我忘记，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汪大东，他每次骑摩托车的时候都是这种刺猬的帽子，这样。这个还蛮尖的啦，所以有买这个库巴的大朋友小朋友，请不要让小孩子拿着，不然吼，伊这安尼提会甲削了，我看迄你的囡仔可能要上病院。好的，那这个应该是这样吧。它卡还有分边的，当然啦、啊，你分错边是装不进去的哦。它下面有洞。对啊，它下面有洞。大便的洞。塞康。手有没有装对啊？你偷给人家漏窗，我刚明明看到这边大拇指了，我给他装到这边来。你是白夸、啊。啊，这是他们啊，这是怎样？我去，今天。引导卡，噔噔，这就是我们的库巴，好不好？这手是可以动的，所以可以这样，它可以这样动，它只能这样转啊。你不要说什么，它可以这样转过来，然后这样子。你看他手啊，四肢嘛，然后少一只，他那你就转过边这样。我鼻痛。好，脚也可以。脚可以啊，脚可以。脚，我怕转到一它会爆掉。就不要转太大力。啊，尾巴可不可以啊？我尾巴这样反过来这样，它就变龟头。我真的觉得喜欢马里奥兄弟还是喜欢这种怀旧系列的朋友啊，可以去买一只，够凶猛。它、啊、后面是这样，装起来也蛮容易的。对，它装起来很容易，其实不太需要说明书啦。你其实你只要知道手脚尾巴东西在哪，你就嘎哆啦嘎倒嘞啊。你不要装错边，基本上。都很轻松就可以装了进去，不要说，欸、你今天装错别人，然后硬给他塞，就塞一个爆掉，哇，那750就飞，对啊。然后再次提倡哦，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啊，玩这只比较强哦，这个刺刺的，哎、啊，悠来悠去哈，危险，危险啊，真的危险，尤其是正面戳到眼睛还是戳到哪里都不好。再次提倡各位，这个蛮危险的，好的。不然给小孩玩，就把那个尖尖拔掉，还能看吗？你觉得这种库巴可以看吗？这库巴，哎呀，你太亮了，还是这样刷一点啊？啊，小孩玩啊，小孩玩，你知道古人有说过一句话吗？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哦，甲迄个小孩子讲，看得好，卖肾，好吧 ，OK， 好的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帮我按赞，并且帮我按订阅。如果有什么想要看的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如果做得到的话，我就会去做。然后我是好好的，拜拜。